直击全智贤生活日常，与老公浪漫约会宛如偶像剧般。全智贤对私生活一向非常保护，不曾对外曝光过儿子的长相。年初更为了6岁而就学因素搬入仁川居住，也被附近居民发现全全老公现身社区散步啊。根据韩媒报道，夫妻俩时常被目击到在餐厅约会，6月曾传出两人离婚的消息，现在就不攻自破啦。而全智贤2021年主演的《雅兴传》上映后，大家叫好又叫座，之后还会有大戏《智异山》推出，终于又能看到全智贤的作品，让粉丝相当期待。八大采访组整理报道。